华人超市的门口，陈小慈与慈济志工比肩而战，一会儿鞠躬，一会儿道谢，心系台湾的地震灾情。北加州慈济志工发起送爱到台湾的行动。既然不能在台湾用行动帮助大家，我就透过自己在美国，用募款以及捐钱的这种行动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然后希望大家都一切平安。愿意掏出钱来为地震募款的善心人士还蛮多的，然后孩子们呢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，然后我也希望我的孩子以后呢更愿意跟别人分享。除了街头募爱，库普提诺慈济人文学校师亲生也一起祈祷献祝福。好可怕的，因为我阿妈，然后表弟表哥表妹他们全部都在那里，然后他们家都快没有了，真的很可怕。那我想帮大家。小朋友爱的行动力，在加州两所大爱幼儿园不止祝福，还要机会教育防震的居安思维。快来怎么办？躲在桌子下面的后腿。地震在台湾啦，那您想要帮助他们吗？要。那你想怎么帮助他们？给他们我最喜欢的 Pokemon， 怕他们害怕跟伤心。我们学校很安全，你家也很安全，你们都很有爱心。我们要让台湾也很安全。我们今天虔诚的祈祷，把我们满满的爱心送到台湾，好不好？除了美国，加拿大东部多伦多及北多伦多两所慈济人文学校也都一起聚善募爱，希望大家平平安安，希望台湾朋友平平安安，不要再受伤。有竹筒的、可以把你们的爱心捐到这边来、我们把你的爱、send your love and care to Taiwan people, disaster people, OK?虽然远在地球彼端，但爱心没有距离，善能量的汇聚，台湾受灾居民都能感受得到。大爱新闻综合报道。